进来。你这是给谁的答案？把他抬起来。不是给谁的，就是我自己写的。你是班上最听话的孩子，为什么作弊？你们不是抄的？哎，干什么？回去。哎，同学们，大家安静一下啊！一会儿按照这个把座位换一下。他刚是说换座了吧？你才反应过来啊！你小子，哦，不！哎呀，我跟你们说，终于换座了。这大小姐身边的座位，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。你不想坐，给我坐呀！赶紧去，你赶紧去，我受不了。老师没让我坐的，你直接去不就行了吗？哎，你也喜欢卡夫卡？他的其他书你看过吗？比如《变形记》。当家庭变成了背上的壳，日复一日的压力转为无止境的埋怨。不过我始终希望啊，主角最终应该得到救赎，对吧？哎，同学们，同学们，大家安静一下啊！周末回家的时候，都好好的准备一下下周的考试啊！我这个数学没什么把握呀，要不？你明天给我传个答案什么的，哎，从中嘛，帮帮忙了。我先走了，这个给你。妈，我下周要数学考试了。明天中秋节，我们要不要一起？妈，爸爸他是不是？你爸是没用的。我马上要出差。却看不了你爸。明天，你去看一下他。哦，好。
你到底在帮谁作弊？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学生，你告诉我，这件事儿就算翻篇了。你要想清楚啊，以你的成绩完全可以考一个好的大学，你算了吧。回去准备考试吧。谢谢老师。你这题错了。哦？怎么可能？我只会做这道题。哎呦，怎么可能啊？我看黄文轩写的，填 B。哦 ，B。啊。完了。大小姐回来了。是被人冤枉，不是，以我看，他那个不是个好学生。